有鬼啊！ 猜到我，认得，冧咗佢。等阵，佢系我啲人嚟嘅，佢叫立青，系我 CIB 入边条执嚟。我之所以咁容易攞到 K 仔，全靠佢俾料我。你啲人，咁佢入嚟做咩？我嚟话俾阿 Laughing 哥听，你哋要快啲走鬼啊！ 屋企通知有水警会嚟呢边巡逻。你要报料，打电话咪得咯。攻入嚟做乜嘢啊？你电话收到嘅，我唔使入嚟啦。哥哥，咁而家点啊？的佢翻去先。 哥哥，我哋去边啊？翻去及一及，睇下咪坚嘅先。 如果一间冇水警嚟，我谂你都几难走出呢个门。你唔信佢，即系连我拉菲都唔信啊！冇咩啫，一直唔有答案咯。大佬，真系好水警。边度？嗰度。浩哥，坚人。 放开！咁都咁过瘾啦，嗱你，我同你讲啊，我最憎就系人哋揾枪指住我个头啊！不过我俾面拉醒哥，佢嘅 friend 即系我立青嘅 friend。OK， 我晒啦，信你。立青，唔该晒。 你唔使唔该我，你唔该阿拉芬哥，我帮佢做嘢啫。有乜鬼走啊？出铁打走啦！你最近唔使啦，有冇耐啊？你咪要咯。你条僆都几爆，系我揾佢入情报科嘅，算系我半个徒弟啦。佢不嬲都好撑我嘅，每次我同啲差佬反面咧，佢都系企硬我呢边。 如果你条僆喺CIB度做耐嘢，我哋做嘢会方便好多。你估我每个月俾五皮嘢佢，佢制唔制啊？条友好有性格噶，唔系用钱就收买到噶。咁就靠你啦。喂，太甜，我请。咁好啊！真噶？就系点啊？我搵到拉菲上。 你睇我个样就知有好嘢啦。切点啫，快啲讲啊！其实杨立青，即刻同我上嚟。上去见咗老细先，转头同你讲啦。Madam Joe，系咪正式架车我啊？而家点解要架车嚟？咁我可以出去做卧底，全力配合拉炳Sir。乜你好想咁样咩 ？Sorry 啊 ，Madam， 唔系我想，而系形势所逼。而家 Michael 佢哋当正我系黑警。 我点都要做翻啲嘢俾佢哋睇。讲得啱，乜黑警唔系更加应该留喺警队嘅咩？唔出去冇咁好玩喎。玩啊！而家关乎 CIB 一事精心部署嘅行动，呢度系玩玩下。 Sorry 啊 ，Madam， 你知唔知琴日点解会有水警出现？应该系拉菲Sir做咗啲嘢。好彩拉菲讲得切开通讯器，打密码俾我。如果唔系啊，我都赶唔切 call 水警啊。拉菲Sir 即系拉菲Sir。 犀利！我已经警告过你无数次，你都系唔听，仲系自把自为。好彩拉菲识执生啊！如果唔系，除咗你冇命之外，你分分钟累死你偶像啊！Sorry 啊，我下次唔会啊。由今日开始，我要你放大假。点解要放大假？因为我要同龚 Sir 同拉菲部署下，你暂时按兵不动。按兵不动？咁咪即系咩都唔使做？立青。 等待同忍耐都系 UC 嘅工作指引，而且 CIB 做嘢唔系讲个人，系讲团队。如果你想继续做一个称职嘅 UC 嘅话，你就要时时刻刻记得我讲嘅说话。Yes, madam。 仲有，琴晚发生嘅事，你唔可以同任何人讲，包括你最亲最亲嘅人。
明唔明啊？收到 ，Madam。出咗嘢。落車。唔好問啊！由今日開始，我放假。张总你好啊，嚟咗香港啊？我追到发展商单 case 进展成点啊？法律文件咧就已经准备好晒，如果发展商喺七日之内仲未有回复咧，我就会正式入禀法院噶啦。你好，电话投注，我想买六合彩啊，户口号码系，你可唔可以帮我拨去俾苏星柏先生听？小姐，呢个就系赛马会嘅电话投注服务，我有咩可以帮到你？我都话揾苏星柏咯。苏星柏做咩唔听我电话？你咩意思啊？如果唔系我电话要整，我都唔知道我俾人装咗个偷听木马程式啊！答我啊！做咩偷听我电话啊？你冇做亏心事，你惊咩啊？我冇做亏心事，我亦都唔系惊。但系点解你要咁鬼鼠？你有咩咪直接问我咯？好啊，我问你。点解要同你师父上床？讲啊，答唔出啊？系啊，我同我师父上床咁点啊？你师父做得你阿爷，你搞都搞个后生啲啊！我要拣边个男人唔使你批准？我师父几好啊，成熟稳重，对我呵护备至，最紧要佢肯帮我开快啲上。而家咪为咗上位，就冇晒底线啊！是点解要同你师父上床？系啊，我同我师父上床点？而家咪为咗上位，就冇晒底线啦。系。如果真系要错嘅话，你会唔会等我？唔会，我一定唔会俾你坐监。师傅，我真系谂唔到办法帮 Michael 啊！你可唔可以帮下我啊？我而家喺酒店行唔开，迟啲先倾。唔得噶，听日就上 call， 冇时间啦。依家我过嚟酒店揾你啊！咩事啊？揾师傅啊？师傅对今晚啲 service 唔好满意，心情唔好喎。唔好话唔提醒你啊，一言食闭唔跟啊！好似冇话过你可以上嚟噶噃，师傅，我真系好需要你帮手噶。师傅啊，我谂咗好耐都谂唔到咩办法可以打人单 case， 我知道你一定有计噶，你教下我啊。呢个世界冇人可以百战百胜嘅，你咪低低啲惯一铺咯，有咩咁大不了啫？我唔输得噶，我唔可以俾 Michael 坐监啊！我都知道你同姓苏嘅有嘢。其实单 case 的确有办法搞掂嘅，师傅你肯帮我？不如我话俾你知啊，呢个世界系冇免费午餐嘅。你师傅我啊，今晚好唔开心，好想揾人陪下我。你就咁走咗去，你嗰条狼狗真系踎紧监。苏星柏嘅真好命，你竟然肯咁样为佢。
你而家睇紧嘅系 TVB USA 官方频道，想睇更多 TVB 精彩嘅节目片段，就快啲揿埋下面呢个钟仔 subscribe 啦！